经三年春王正月，公会晋侯，宋公、魏侯、曹伯伐郑，辛亥，葬魏穆公。二月，公至自伐郑，甲子，辛公灾，三日哭，乙亥，葬宋文公。夏，公如晋，郑公子去即率师伐许，公至自晋。秋，叔孙乔如率师为吉，大余，晋系客，魏孙良夫伐色就如。冬时有一月，晋侯使荀庚来聘，魏侯使孙良夫来聘。丙午，即荀庚盟，丁未，即孙良夫盟，郑伐许。传三年春，诸侯伐郑，似于伯牛，讨必之意也。遂东侵郑，郑公子偃率师御之，使东鄙附朱曼，败朱丘于黄须如楚献捷。夏，公如晋，拜汶阳之田，许是楚而不是郑。郑子良伐许，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相老之师于楚，以求之落。于是荀守左中军矣，故楚人许之。王宋之落，曰：“子其怨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二国至荣，臣不才，不胜其任，以为福国。执事不以信古，使归极路，君之惠也。臣实不才，又谁敢怨？”王曰：“然则得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二国图其社稷，而求书其民，各成其分以相诱也。两世累求以成其好。二国有好，臣不与及，其谁敢得？”王曰：“子规，何以报我？”对曰：“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无怨无德，不知所报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必告不古。”对曰：“以君之灵，雷臣得归古于晋，寡君之以为禄，死且不朽。若从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赐君之外臣守，守其请于寡君而以禄于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获命，而使四宗职，赐及于世，而率偏师以修封疆，虽欲执事，其弗敢为，其竭力至死，吾有二心，以尽臣礼，所以报也。”王曰：“晋未可与争，众为之礼而归之。”秋，叔孙乔如为吉，取汶阳之田，吉有福，故为之。晋系客，魏孙良夫伐色就如，讨赤敌之于焉，色就如溃，上失民也。冬十一月，晋侯使荀庚来聘，且荀盟；魏侯使孙良夫来聘，且荀盟。公问朱臧宣书曰：“中行伯之于晋也，其位在三，孙子之于魏也，魏为上卿，将谁先？”对曰：“四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，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，上下如是，古之至也。魏在晋，不得魏赐国，晋为盟主，其将先之。”丙午，盟晋，丁未，盟魏，离也。十二月甲戌，晋作六军，韩厥、赵括、巩硕、韩川、荀追、赵瞻皆为卿，赏安之功也。齐侯朝于晋，将受御，细客趋晋曰：“此行也，君为妇人之孝孺也，寡君为之敢任。”晋侯享齐侯，齐侯是韩厥。韩厥曰：“君之厥也乎？”齐侯曰：“弗改矣。”韩厥登，举爵曰：“臣之不敢爱死，魏两军之在此堂也，荀洛之在楚也。郑甲人有将至诸楚中矣，
出，计谋之，未行，而楚人归之，假人如晋，群落善事之，如实出己。假人曰：吾无其功，敢有其实乎？吾小人，不可以后污君子。遂弑其。